宝岩国际佛学研修院大般若经乐藏闭关，我们已经过200了。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是什么日子？佛诞日，佛陀诞生在4月8号，他出生的时候说了哪一句话？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人间皆苦无当安之。所以佛陀来这个世间是因为看到娑婆世界的痛苦。那娑婆世界的痛苦呢，我们现在啊可以看得到，世界各地呢都蒙受了很多的天灾和人祸，但是佛陀就是在这种五浊恶世当中看到了众生的受苦，因此他诚愿再来，他就是要来解决这个世间的痛苦。那在这个四月八号这一天，我们的佛陀呢降生在这个世间，所以才有我们现在后世的学人佛弟子们可以来学习佛法。我们现在诵大般若经诵到200卷，在这个第200卷当中呢，就在讲这个世界的清净，我们要怎么样把五浊恶世变成清净的净土呢？就要从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从我们的身口意开始清净。那我们要真正的相信清净，所以这一品叫做什么？难信解品。因为我们看到的世界呢是混浊的，是痛苦的，是烦恼的，怎么有可能就念经念一念就清净了呢？好，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佛陀的诞辰日啊，我们就要想想看，当时佛陀也是自己一个人来到了这个娑婆世界，那没有人相信这个世界是可以清净的，他却能够坚持啊，从他自己开始，所以改变是从少数人开始的，只是你相不相信这件事情。那我们诵了大般若经，你相信你会改变这个世界吗？相信。那既然相信，那我们怎么样来透过实践呢？先从读诵大般若经开始，那让我们呢在这个200卷的时候呢，用自己在这个一路走来啊，从卷1到卷200这么坚持的啊来诵读啊，是你在参加这个闭关之前曾经想过，我这一生有可能去读一部600卷的大般若经吗？没想。旁边的人，所有认识你的人会跌破眼镜，他会相信你竟然有这么一天吗？所以既然我们已经开始在颠覆大家的不相信，表示我们这么难调难服的人都会愿意坐下来，尤其是 Daily， 对不对？好、哦，竟然能够坐下来，到现在呢，念到了200卷，是不是？我们要开始相信，我们真的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相信。所以呢，现在只是开始，我们已经读诵了159万个字的大般若经了哦。那已经到了1/3，还有400卷在等着我们发心的读诵，大家有没有信心？我们好，我们呢在圆满的那一天呢，好，今年很特别，今年是闰四月，所以我们在圆满的那一天，5月30号的那一天呢，正好又再一次佛陀又生日了。所以我们呢现在呢开始啊，好、哦、破了200之后呢，我们就要啊以自己身为佛弟子乃至于我们感念佛陀的心情呢
好，就像佛陀诞生一样呢，我们一步一步的追随着佛陀的脚步，到下个月的此时此刻啊，我们可以用600卷的读诵功德来供养佛陀，好吗？好。那我们现在呢，好，就用我们200卷的功德来供养我们的佛陀。这个超级大的回向卡里面呢，这个是什么字？大波热机，它总共呢分成600个格子，所以代表的就是600卷。那我们前面呢已经送了200卷了，好，那每一卷呢我们都有贴了这个莲花，好，贴了这莲花，这个每一朵莲花呢就代表一个人的发心，好。那我们今天呢已经圆满了199卷，现在正要圆满第200卷啊，200卷在这里。好，我们等一下呢起这个供佛祭的佛号，然后我们大家就来把莲花贴在这200卷这个地方。支持佛诞日，70岁的高龄还可以参与大般若经的阅藏，感恩佛陀慈悲，感恩在这一天终于可以知道什么叫做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感恩今年有这样的殊胜因缘可以诵大般若经，若能修持大般若则能成就一切智慧。我们目前大般若经已经到200卷，男性解品，男性解品当中啊，就是要我们从般若智慧来关照五蕴六路十二处十八界，这个先相界都是虚妄不实，我们这念心啊跟佛陀是没有差别的，跟我们这个觉知是无二无别。我们圆满了第200卷，那相信我们这个很好的开始，就要慢慢的去圆满这600卷，希望能够赶快再跟进。现在送到200卷，我对我这一生要开悟非常有信心。送到200卷，现在是势如破竹，未来的400卷不难，很快就会圆满。现在已经送到第200卷啊，即将要进入已经破了三分之一。那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里面，在这大般若经里面得到了无比的清净，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边，也用我们无比的清净来供养佛，供养没有来参加这个殊胜的盛会的大众。我已是70岁的高龄，能够参加这部大般若经，感到非常的荣幸。阿弥陀佛。这一路走来，真的是觉得佛法真的要靠亲身实践，真的很感恩佛陀愿意这样不厌其烦一直告诉我们这么微妙的道理。在佛陀带领之下，我真的很有信心我们一定可以正信离生。如果这辈子不读诵大般若经的话，一定会后悔，赶快来发了我们的大般若经的直播吧。感恩大众护持，让我们有这个音乐可以诵大般若经，越诵越顺，法喜充满。诵完200卷的大般若经，感觉到如何不被境所转，那就是活在当下，安住当下每个音乐，又够的音乐。好开心啊，已经诵到200卷了啊！很不可思议，居然可以诵到200卷了。很自然，很快。大般若经我越诵越法喜，那也祈愿世界各国武汉肺炎的确诊人数能够越来越少，到我们圆满600卷那一天，希望世界各国的武汉肺炎确诊人数是归零的。今天是佛诞啊，感恩2500多年前佛陀呢降世啊，然后留下了宝贵的法，那我们今天才有大般若经，我们可以读诵。我们愿将佛陀的功德呢，我们要
喝淡如来，学习佛陀精神，一起呢来让世界呢离苦得乐。感恩阿弥陀佛。非常荣幸可以参加这一次的闭关啊。那本来以为要送好久才会到两百卷，没有想到一下子就到了啊。这真的是无上甚深微妙，百千万劫难遭遇。也希望呢我们这送这一部经哈，可以让世界能够更和平的相处，清净法喜，珍惜感恩，能够来此送大般若经，非常的法喜，感恩师父给我们这个机会。送了两百卷，现在是感觉是身清净，心清净，渐入佳境。信真可以完成两百卷，你也可以。我仅以这两百卷呢，先做发愿。我愿生生世世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感恩师父让我能参与这一次的闭关，是以这个今天呢我们的圆满两百卷的功德回向给这个世界所有一切的众生，闻者、见者，乃至于不闻不见者，都能够有这个因缘见佛得度，乃至于现在的所有的天灾人祸，我们都可以以我们的清净心来转烦恼为菩提，转慧邦为净土。阿弥陀佛。